喂，你不知道吗？衣襟风格是什么？疫情的风格就是啥都不穿，裸体，裸体，衣襟风格夹就是在，裸体的。那开会呢？开会你也只能看见脸，你也看不见人。他语音的，他又不是视频，谁跟你老视频？人没人跟你视频。也有视频你的，看主持人都在录有。像，你看他在偷着录，对呀，这啊，我是个小事。正经点儿，正经点儿。谁正经啊？你在偷着录我，我什么叫正经啊？你他妈的，你就不正经，哎，赶紧吧。你那边三文鱼怎么样？我不是发了吗？三杯没有费。他是代什么什么代罪羊，替罪羊。带罪的羊是三罪文鱼羊，是替罪羊，三文鱼是替罪羊。替罪羊什么意思？哎，就是头一天发现了，就是三文鱼出问题，说是三文鱼的不是，那就谁？是在鱼的档口发现的问题。一个当头。后来第二天又清楚了，因为挪威急了，加拿大急了，好多国家就急了，进三文鱼的国家就疯了。他是。然后呢，进口商就给人出证明嘛，出证明证明我的鱼没被污染嘛。就抽脱不了，完了，听就反正你听着，第三天又更正了，说不是三文鱼，那是他杀三文鱼的砧板。砧板，板子，那个板子是切什么东西？就那不是那个板子是长期杀鱼，有寄生菌嘛？哦，那不知就道，中国的砧板没有日本、台湾那么干净，就那是细。不知道哪个病毒是哪里进口的，是吧？还是原地进什么口？哪儿进口嗯，本的？地的。找茬儿，美国来的。气球是美国来的，那英你国、美国白人打黑人，所以出来的病毒传到中国了，天知哪，道吗？都是这样的。都是白人的错，知道美国的毛泽东是谁啊？都是黑人的错，不是华盛顿，我们都是华盛顿，第一个总统啊。然后现在总统，美国，第一任总统，华盛顿先生，对呀，对呀，对，是一块钱的，他头上就是他，华盛顿。对，然后就现一块钱那上在边美，那个相片那哥们儿，对吧？什么？是吧？就一块钱一美哎，元对，都那哥们儿是吧？哎，对，最不值因钱为的那就哥是们儿，因为那哥们儿因为太贱了，他一块钱，那哥们儿要是100块钱100刀的时候，他就不赖他了，就哎，赖70多了。这个真的有意思，100块钱的就不当过总统了。就对。富兰克林，他就是那个颠崩的那个什么什么。你看，这就是政府的想法不一样。你看我们这100块钱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同志，毛主席，我们100块钱，剩下都是人民群众。哎，你听说过这个吗？美国这个黑人跟警察还有种族歧视的，就是这个事情了，很严重了。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窝在家里不出门了，然后现在都抗议了，都发疯了。然后现在以前历史不是有很多什么雕塑吗？什么人像的？都是老头了，白种人。然后现在他们都说，哦，他们是当时100年前、200年前，他们是种族歧视，我们就摔了，砍了，真的，我操，这么玩了？然后拉下来了。然后那个啊？老川普说，你不可以这样的，你不尊重我们那个历史，我们什么？他对说，呀，那是我们历那史时候都啊。是白种人欺负黑种人，然后我们对啊，摔了就摔了。然后到什么？现在是多么严重吗？都开始说那个基督教的耶稣嘛，他脸是白色的嘛，他那个画图啊、雕塑都是白种人，但是他是中东人嘛，所以他说中东的那个是种族歧犹视的，太人，他根本不是白种人呐、啊，你把他白种人画了，
他应该是什么比较黑的那种中东人呢？犹太人，所以他是犹太人。都开始说基督教是也是把他们得罪了，过两天我要倒了，你吃玉米，打你都犯罪，倒，打知倒。道为什么吗？玉米都不是美国人发明的，都是非洲人发明的。吃玉米有罪，天哪！神经病，一帮人神神经经病。病，神经病。哎，神经病，不是，现在这边放的全是美国出的问题，对知呀，道啊，吗？所以自己没有每问题，二十全分是别钟人的放一遍，错。每二十分钟放一遍，每二十分钟放一遍就说一件事儿：哎呀，这边也美国白是，人打死美国黑人出现的游行。一看还是那镜头，200来人在大街上晃一圈，完了，你知道天这边是天怎么的，说的吗？这边是怎么说的吗？北京已经不行了。北京，那没有，他们就说，民主党，美国有两党嘛，民主对，党两党，还有共产，不是，全是共产党的事儿。我操，您他妈共产党都拿着美国了，我们要占领美国，我们要占领真美的也国。有美国共产党，西雅图也有一个什么什么共产党，但是不是，因为有，太小了，是那个共和党。Republican 还有民主党，然后民主党跟共和党，川普不是那个共和党吗？共和。然后很快就有那个大选，然后他们都说民主党他们是推动了这个啊，乱七八反糟他的的那运个动，事情了。他们对，很多反他人的运动，游行示威，叫什么游行示威，示威游行。对，翻过示来，威游行，示威游行又到了那又个回来了，很乱的，着火了，什么都有，打警察都有，就这个时间已经有装饰了，几个警察被打死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？有真的有，但是这个也很奇怪，因为一般的警察都是黑人，对啊，对呀，所以很乱的。哎，我。说到哪里？哦，就说民主党要圈美国，就快崩溃的样子，这样老百姓不会投那个共和党的票，明白明白，因为川普嘛。应该是有但人是整事儿，民应主该党是。的那个总统，川普说，全世界其他的国家都要美国人选投他的票，就是他的对手，因为他太弱了。他说啊，他有神经病，就是老年病那种，痴呆，痴呆，对，真的有，他说话很哑巴的，就跟我拜拜一样的，那怎么弄啊？这他妈要了命了！这，哎呀，太乱选了，的也要命，不选的也要命。对呀，你选哪个都，选你吧，选你吧。哎呀，但中国人也不喜欢川普吧？不喜欢。对呀，川普太硬了，太强势了，对呀，他太牛逼了，就太牛叉了，就谁都说对，不过他，谁都说不过他。不是，他是成功的人，所以他的意识、他的形态就是强势性特别强，所以一般的搞不定他，肯定搞不定他，他太强势，他不委婉。你不像为。那谁，前几任的总统都是委婉，就中美关系还好，但现在就是愈演愈烈了。就是大家就是相互的都指对方的弱点了，对吧？对呀，所以这也不是好事，也不是好事，说白了也不是好事，对呀，因为他相互之间没有信任了。但是中国有这么多上市公司在美国，就是合作跟美国合作的这么多事儿，要真是撕开了的话，那很麻烦的，对就呀，中国就很麻烦的。对美国、对中国都不是好事，对因呀。为这个东西只有共赢，要不就共伤，没有说，差不多，没有可能的，你放心吧。所有的事情都是肯定是只有利和弊，对吧？没有中间的，利和弊，就你不可能对对啊，你分析这事儿啊，那你一损百损嘛，大家都损嘛，一了百了嘛，大家都了嘛，就是你美国赚不着钱，我也赚不着钱，对呀，你美国经济不好，我也没法出口啊，一样嘛，对吗？对呀，那个，所以都是相互的事儿嘛。
我看那个他们发那个美国餐饮中餐倒闭的多了，也是这问题吗？对，说那个现在鼎泰丰都倒了，就是因为疫情嘛。因为对，美国那鼎泰丰都关门了，永久性关门嘛，20年了嘛。哎呀，吃包子那个鼎泰丰，台湾的品牌吗？有吗？在加州关门了。关门了，彻底关门了，对，彻底关门，永远关门了，彻底关门了，对，彻底关门了，不是，所以你就很可怕了，对啊，可以啊。然后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来着？就前日子你跟我说，去年前年咱俩碰着说那个，说有一个西安小吃说火的一塌糊涂，那个也关门了，纽约，也关门了，他就是10-20块钱，完了那个有那个加肉夹馍，有那个烩面。有那个就这些东西嘛，也关门了，他扛不住，因为太时间太长了，拉锯时间太长了。对呀、啊，一般扛不住，我们这也扛不住，一样，都一样。那现在那个，餐厅已经开始营业了。现在这个季节有可以吃到什么吗？都有，东西还是有，但是。他这不是第二次浪潮完了就害怕了吗？就又损了一点儿。嗨，人还得吃，你用不了再有一星期，估计又该恢复了。嗯，这个这几天那个哪里那个哪儿呢？那个拉斯维加斯，他也开始营业了。什么餐厅？澳门也停了，澳门也停2月份吗？验风光。现在澳门。赢了吗？澳门2月5号就停了，澳门停了还是赢了？停了。现在拉斯就开始营业了，他一直在停滞呢。美国是拉斯没问题，澳门可能是指着大陆的，他可能够呛，慢慢缓呗。哦，对，北京是最严重的，现在北京是最严重的，别地儿都不严重，不严重，只有北京爆发了一下。对，北京新发地，你还没去过新发地。那是在丰那个什么区，在南边吗？在丰台，很南边，最快到河北了。没有没有，原来你记得咱们去过最远的南边谁家呀？最南边，大家去过最南边，你说那个老胡同吗？方庄啊，知道。带你去过吧？有啊，方庄再往南，再往西，出了在五环边上，它是那个最大的批发点。他们都说在这边说是什么全亚洲最大的什么批发市场之一吧？对，真的是吗？它分几个区域，有花木，有蔬菜，有水果，有海鲜，它就是分着区，各个区不一样。它差不多得有，哎呦，它是挺大的，它得有，因为它是属于北京最大的批发市场，然后再往下分，是那种市场，所以它就大。它原来不是在市里中心吗？不是，它原来就在那儿，那就开的那个地方。你在撒尿吗？干嘛？不是，我要插我的充电器。哦，充电器手机都没有了，都没电了，没电了。那个国贸南边以前那个批发市场叫什么名字？我都忘了。那都倒闭了，大洋房。知道挪地儿，很久了。挪地儿了。现在挪到四环峪那边大洋房。哎，都没有电，都没电了。那算了，那就。挂了，不是没挂了，然后没事，挂了吧？你又偷着录我呢，你挂了吧？这是试验嘛？是一个试验。你这个人很不好，身上有许多优点和缺点。你下次化妆打灯嘛？好吧。还打灯？不打灯都打的都够亮的了，还打灯？收拾一下老婆的内衣就可以了。啊，把内衣换了是吧？换成裸体三点是吧？行，下回要换成裸体三点。好的，谢谢你，美国人，再见。滚，张嘴先滚。哎呀，我已经滚出去了。
走了，真的走了。拜拜，下次见。